不是你大半夜跟踪我干嘛呀？我就是想等你下班问你点事儿，谁知道一晃眼你就走远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去吧，我也要回去。啊，你家住这儿啊？那你绕这一大圈干嘛呀？杂工都得走后门。哎，你等会儿。 送你糖水。你不是我们店的忠实顾客吗？我吃过了。其实那个，我找你是想问一下，你们店后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厨啊？ 没有啊，大厨都在前面。别蒙我了，他什么水平我一尝就知道了。你们店后头肯定还有个大厨，对吧？回去吧。真的不可以聊一下吗？我保证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请你吃个免费糖水，我升级你到我们家超级 VIP， 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咱俩进屋单聊。 对不起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有什么明天再聊吧。晚安。本典当行有三样规矩，在典当之前我有必要告诉客人，还望客人三思：一，典当行禁止典当人。 以性命为代价行典当之事，更不能夺人性命。二，交易不可逆，如若回当，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三，九出十三规，典当人可随时自愿赎回；若赎当，典当人和被典当人的关系可重新建立，但此典当所得需尽数收回。 且要付出相应利息，老板。 你在那儿唉声叹气的想什么呢？两生花枯死之前，是为档期之中。 见过那样子的两生花，肯定是时间久了，你忘了，两生花选择掌柜的，老板，您的也是这样。你高兴什么？我有了一个新创意。 什么创意啊？那好了啊，这么快啊？哼，我看看。哎，可以。不过姐，你怎么突然开始玩这个软件了？我都撤退了。市场调研啊，我了解了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。哦，难怪。
走了啊。哦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不是？你好，我是吴亚，你是金晓彤吧？对。喜不喜欢喝糖水？我做的。哦哦，谢谢啊，上车。谢谢。想去哪儿？如果没有地方的话，都可以。哦，那好。就这儿，先生。这儿吗？啊，就这儿。哎，那这是去问我帮忙啊。不需要，我认识里头一厨师，我看看他在不在。不是，你给他打电话不就完了吗？我居然没有他电话。肖老板，帮我拦着他。哎，你慢点。哎，肖老板，你稍等，你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黄浩早跑了，你找我也没有用。不是，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你找我？我想问你，你们这家店还干不干了？你啥意思啊？诸位，这位是吴样，你们的新老板，在这危难时期还愿意带着所有人一起重新开始，大家欢迎。谢谢。你呢？那个皱着眉头一直不说话的，我知道孔浩浩的事情对他伤害很大。所以呢，我打算让他。我想辞职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必须得走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法跟你一块工作，我会影响你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这人怎么总是神神叨叨的？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？或者苦衷？你可以告诉我。我说不定可以帮你呢。你能帮我最大的忙，就是离我远点。以情党乐。吴耀能够活到现在，全仰仗你当年的那笔典当。他现在每天点一点，生命就会像沙漏一样流逝一点。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缠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再一次相爱，就会导致毁他。那么之前的当务也就算不成立了。所以代价还是他的命，是吗？除非什么？除了典当，还能实现愿望吗？看来是那位故人又回来了。